好，我是小外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《欢乐阵容》，也是老头乐的春天，非常能打的三仙盾。在这里分别有两套配置啊，半红以及白板的配置如下。OK，满红的战法以及兵书配置如下。在这里加点的话，张角以及左慈的话加全智力即可。然后虞姬这边的话是全部加统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队满红目前是我们区最顶的队伍之一啊，基本上来说，一场战斗下来至少有15000+以上的战功。三仙盾的话，个人给两个建议啊。第一是目前我个人认为是不适合带藤甲的，就是三仙盾确实不适合带藤甲，为什么呢？第一是大环境太差了，陆逊太多。第二的话是三仙盾自带高规避啊，特别是打这个物理队的情况下，有很大的概率能规避伤害，所以综合考虑来说，还是带陷阵营或者是直接不带盾的兵种会比较合适。第二的话是这队其实是与蜀公局冲制突定的，就之后，是张角这边要用到一个太平道法，所以我个人认为是你哪队红就用哪队。OK，下面是一些战报分享。在这里 UP 主跪求大家给一键三连啊，这对新人 UP 主来说非常重要。好的，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，拜拜。